Cause all I wanna do is spend this holiday with you. 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me and you. I've longed for this moment. 早安大家，我现在要来剪片，剪完片之后我们要去一趟大卖场采购东西，然后大家都已经起床了。我妹现在吃早餐，然后 Nixon 在玩荒野乱斗，808在我房间玩荒野乱斗，然后 Nixon 刚刚还看到他在线上，所以他现在冲进去找他。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昨天买的超可爱造型，我们三个人都买了一模一样的仙人掌跟造型，超可爱。In the quiet evening, snow is falling, and from every window shines a light.早餐跟烤鸡，晚上吃的。哎呦，宝贝哦，君君回来，君回来，过来，好乖，嗨，早安小狗狗，趴下，趴下，好棒。我们坐超近的，我今天在客厅剪片。嗨大家，我还没化妆，但是呢我们想说先素颜然后邋遢的去大卖场一趟，之后回来再认真打扮一下。我今天呢里面穿 Uniqlo 的这个长袖高领，然后外面是 Champion 之前在 Costco 买到的大雪T，跟去年买的 Nike 裤子，这个是粉红色的，然后前面有做一个车线，这一条超喜欢的，很舒服，然后是内刷毛的。今天就是穿这样，然后背一样的包包，带我的发箍，配我的裤子，出发！今天我们搭到了这台 Uber， 究竟我们会给它几颗星呢？ Hello 各位，我们现在要出发。刚跟 Uber 司机沟通过之后，我们决定要先去接弟弟，然后呢让他成为我们的特助，换他开车，这是重点。每次都这样的事，其他的晚一点再告诉你们，先这样子，拜拜。宜兰罗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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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车上车上车。自助式的这个 KTV， 下一车我会给他五颗星哦，谢谢。永远我别困住你，就是你。他前阵子很爱黄明志，但你觉得是太烂了。哦，对啊 ，Pop Song。都怪我不够勇敢，你两个就能取暖。哎呦，不再回来呀，花谢花开呀。嗨，大家，我们已经接到他了。现在要去大卖场，要找什么时候？蹦来个蹦，蹦蹦来个蹦！嗨，大家，我们已经到大润发了。大润发，到底大润发在哪里？你要站多久？因为那个 Costco 的车位太少了，然后人又太多，所以我们决定来大润发。哎，这很好看哎！因为我觉得那个我戴不上。我这个好看，我像一个海螺。我为什么要戴红色？是蛮可爱的。这个实在是太错了，这好可怕、哦，我吓到了。这好可怕、哦，就是有人要穿，猜拳输的人就是要穿。我们已经到家了，然后现在 Nixon 要做控肉饭，超强。我负责洗米，然后808那边制冰。你的工作是非常伟大的。
present that I put under the tree. 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you and me. The snow is falling down and the storm is on its way. But as long as you're around,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你在干嘛？这是前菜沙拉的。哇哦，圣诞花圈。只能说圣诞快乐。我还越来越像了，你说条状的部分吗？妹妹在做，哇，好多起司哦！妹妹那边有超多起司。Tomorrow it is Christmas, the first for me and you. 我们偷用了妹妹做剩下来的酱来煮这个，超级好吃。你说说你加了什么神秘的配方？加了三种鸡、大蒜、盐巴跟胡椒，还有大量的牛奶。这套没有人要穿的衣服，我先为大家试穿一次。好看吗？哎，我刚刚好像把那裤子弄坏掉，有听到吗？他们在较劲吗？现在不都走一个福袋吗？现在不都走一个福袋路线吗？好贵！哈哈哈哈哈！那个，我一定要大推，这是 Nixon 做的，很咸，可是很好吃哎。嗯。哈哈哈哈哈！And in a while we're gonna go inside and drink our chocolate by the fire. Cause all I want is to spend. 大家看一下这些礼物。不想要这么想的。我们最不想要的是这个。好，那大家就随便拿吧。好了。我不要会想的。你要看？先看吧。好看。一二三，我四二六。我的礼物是有电的，它可以随身携带，还有是有用的小帮手。好 ，CD player， 半弟弟，2000年的 CD player， 哈哈哈哈哈。我是黑色的，我也都可以。然后它防水，然后它是有牌子，然后它也是可以随身携带。有牌子，你那边四台升降，它是可以，它是三台，它是可以随身携带。四台升降，我的东西是明星同款啊，明星同款。你自己才四台升降，超屌的一根，很可爱。就这三个，就这三个。对。好，那我的话呢，是我自己给他的安排是有寓意，就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哇，天哪！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都在意，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时下最火。我的呢，第一个是可定时炸弹，完蛋了，闹钟，闹钟。听到这边，我们大家已经不想要了，大家知道吗？可定时。好，第二个它是圣诞配色，超可爱。的闹钟就是绿色红色，我说的那个我好像没有看到。还好。第三个是跟桌上娱乐有关，我的呢，它非常实用，你每一天一定会用到，不管谁。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很好玩，然后又很流行，有颜色的纸内裤。哦，它很可爱，然后它可以刻。克制，克制。我的话跟水有缘分，然后跟你也有缘分。然后第二点的话是处女座的专利，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不会让人亮白。但是他们昨天好像有在猜，
不是你们想的那个。好，选我的，选我的，选我的，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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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第一个就选我的话，那就太无聊了，我可能会留到最后。甩什么啊？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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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我。有没有觉得你会喜欢哦？真的吗？嗯。哈哈哈哈哈！你一定会喜欢，你赶快你考虑一下。这个很赞哦。好，拿走吧。这不行啊，这个也不适合你啦。懵逼。因为我比较明显。你以为我是展示品？好。啊！选到了。没有没有，你要选什么？我呢？我建议你选我的哦。我的真的很赞啦！你的超级轻，你比我还轻。哎，轻不代表不好啊。选我的。我是以质量取胜，来我的有重。你好像一个。哎，这好重哦！而且我的。你要这个了？你又不是处女座。我的也有超过价钱哦。很适合怎么样？哎，这个不要。放回这袋宿舍。男生可以吗？啊，我也想要那个，好烦哦！你骑开车，你弟有来吗？我弟没来。三是谁？玉姐。我，那我选这一项礼物。啊！好啊，讲义气的有，你很讲义气耶。可爱，我心里在骂三字经吧。没有，我是想你的。你好虚伪啊！我要选弟弟的，因为他是有牌子的。我这是就问你有牌子，我没有写。我的也有牌子哦，我的也有牌子。我们明星同款会没有牌子？是谁？怎么办？不是你吗？不是我。这个是谁？黄一卓的。然后这个是 Nixon 的。处女座，要不然还是你就选你自己的？有点想要我直接。好，那我要，那我要，那我要 Nixon 的好了。好，好，处女座的。你只能选，那我就这个咯。哎，我的真的很好，你们都没有要选是怎样啦？你跟林森跟我交换礼物，你可以选择你要留下他，还是你要跟任何一个人在场任何一个人交换礼物？因为你是最后一个，对，你可以换，真的不行，无条件要同意，对，无条件只能同意。好，那我的等一下用剪刀。哎，你别说，我都直接走的，我好紧张哦。哎，今天来干嘛？干嘛？是你们自己的那个，你们自己的小花的东西呀？你这个根本就没有一千块啊！这是好烂的袜子里面啊！哈哈哈！是那个花，哎，明星同款了。哎，好，谢谢。这个好可爱，妹妹都快哭了。是很买的，求个好来电买哦。然后，所以我们现在是按照顺序开。怎么有人在？对对。那第二个是谁？哎，你不喜欢吗？第二个是你。你穿 T 恤可以别在。好，你不要再解释。白痴，我们刚已经擦了一下，因为他先去哭了。我觉得他很嘲讽哎。我觉得他很嘲讽。他在笑你们的礼物了。好，虽然我也觉得这个，我觉得你会喜欢，我也想要这个，这真的大家感觉都会喜欢，对，我真的超想要。哎，王旭伟，我跟你换，不知道吗？我不小心看到了，好，真想，对，姐姐我也要，姐姐，我也想要，我想要妹妹的礼物，不是王，你要拆多久？那礼物，哎，这很赞吧？这是那个地毯，然后里面是镜子，我的天哪，超赞的。这超可爱的，真的超赞的，超想要。你拆给大家看。可是要用枪吗？还是对，你是用针去戳？是不是那一种？很棒，很屌哎！这很，这真的很屌哎！这很，这很不错吧？很屌，不错哦。怎么样？妹妹你好可怜哦，你准备那个，然后只要这个。对啊。也要一千二哎！真的不可能。好了好了好了，下一位了。下一位是谁？好，你要猜的是弟弟的礼物。弟弟现在先下跪了。Drag 对，什么东西？我觉得你要先下跪啦。这个干好烂的包，招牌店。对，你们想换？说我不换，我不换。好，下一位。不适合你哦。他是蛮可爱的。因为你有眉笔。没有眉笔。
你是今天最烂的礼物。没有，哎、欸，我要平反，我要平反，因为他买的时候我是觉得蛮可爱的，只是我想说，可爱归可爱，那送杂志包，对啊，就是看起来用赠品送不太好吧？这个赠品、啊，欸、那王昭，你弟有来吗？甚至只有杂志一本。其实不能说，我今天成品有看到这个，你有想要买啊？有没有想要买？我看想说看鸟可爱。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你这样脸感觉越来越不爽了。没有，我好害怕、哦。接下两只，接下两只，四号是。我现在越来越想不到三号礼物是什么。我的超赞，你自己送的东西。可是超赞，不是他说他自己送的超赞。好啦，哎，其实本人蛮可爱。这个大小可以，是你会背大小。看你今天穿得很搭哎、欸，好啦，蛮适合你的。他都快哭了，你要怎么办？化妆品。他说好啦，我平常带迪奥的包。没有啦，其实我可以把这线剪掉当化妆包。对啊，哦、oh, oh, ，不错不错，这可以。我觉得这，我期待。希望你不会哭。希望你不会，你知道吗？他不知道。原来是杯子吗？怎样？我看，他是垃圾哎、欸，我看你死了。屌的，很可恶啊！是软的，好可爱哦、喔欸！有这么可爱吗？可爱的，不是蛮撩的。有这么可爱，你就跟他换呀、啊！我跟他说，这种东西圣诞节收到，还是应该要新年的时候收到比较可以。不是2022年呢、欸，就是一路花哎。会啊，但你说老实话，是不是扭蛋机转到？不是，啊，不是，浇花机，浇花机。锁定的。这个是它的那个时间定时。他亮五分钟还是30分钟，我都不在意。而且我觉得，我觉得妹妹的胸花好可爱，对不对？哎，真的好赞！哎，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这个东西不行啊。这胸花谁不能用？你自己说。我可以比赛，对不对？对对，我还背着背包包上，我就想说你包包上面可以背。好啦，可以啦，可以啦。下一位，下一位。对啊。哎，我好害怕。希望你会喜欢。好，可以直接乱剪，是乱还是好？不懂。超漂亮的，贵的初衷。然后你撕成这样，是什么？按摩枪吗？这个、是洗鞋子的机器。好险！我还不错啦。洗鞋子的机器太厉害了吧？飞利浦的，这是飞利浦的哦。飞利浦的还行啊。我想要哎、欸。哎、欸，我觉得刚才真的很帅。我最近买了好多白色的。哎、欸，这好了，这不错啦，这还行。是牙刷。我以为是他买太大了吧。之前他很爱送那个超大枪的那个 iPhone， 我刚才以为是耳机，我刚才以为是耳机。好，喝完就好了。有电。好，为什么有电要打问号？因为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有电。有电，有電对。随身携带。我觉得应该是很无聊的3C。哦，这也是很无聊的3C。这个很有创意，好吧？我觉得它甚至不能算3C 耶。3C。好丢脸哦。我就在你旁边啊，好紧张哦，我被骂爆啊！太多了，太多了。哎、欸，这是你自己包的？对，我自己包的，很认真吧？他开不了，我开不了。烦不烦啊？什么东西？你先开第一个。那个先吗？嗯。我也是粉底。你们有人猜得到吗？你们有人猜得到吗？对，一定是3C 啊，感觉是镜子、啊。我看一下。可是我觉得是。有电的镜子吗？是可以叫杰瑞的那种吗？会发光的镜子。噔噔噔，我很紧张。什么苹果东西？会发光的镜子。AirTag。哦。哎，可以吧？可以吧？很赞。很赞吗？你知道我还买一个壳给你哦。很赞吗？你真的喜欢对不对？我喜欢。好，好险，好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适合你。对，这真的最适合你。哦，好险，好险，好险！我太担心了，我太担心。你真的太担心，你不用担心我，好不好？我抽到，我觉得不太适合。真的假的？我那个是随便买了一个黑色的壳，应该还行。哎、欸，很可爱。可以哦。赞！呜！我今天绝对不会是倒数的耶！锦鲤。好，接下来是谁了？好，这个的话我要再……对对对对对。你现在都不敢来，我现在再告诉你们一下，我有三点，我有三点。好，就是有寓意，大家都要记得有寓意。然后大家都在意，跟时下最火。然后就是还有最近我有 PO 的东西，水晶球。啊，我最近有 PO 水晶球。我不知道，真的最适合你，不会是那只羊吧？怎么啦？水晶球是指
是鞋盒而已吧。我就还问你尺寸，你屁啦！我不是问你尺，我那天不是问你尺寸。你认真？你送去你鞋？我觉得你在演呢、欸。我觉得十号半，十号半是我的。真的是？那绝对不是啦！他在演啊，他都在演，他演到爆哎、欸！谁写？什么、啊？回来，小米，你要知道一下为什么我要这样子送。好，你说说看。我是介绍你。哎，你们没救了。不是，不是，你们要先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子，我这个组合。我虽然是在送这个东西，但最主要这个组合的碰柑什么呢？没有，它是橘子，它是橘子，只是没有那么橘的橘子。好，然后这个是伞，为什么呢？橘伞。王力宏好聚好散。哇哦！还好我没选那个礼物。哎，我的礼物赞不赞？赞赞，因为你的太烂。没有啦，这也要五六百块吧，然后这个也要500。谁要王力宏的专辑？这是哪一张啊？这三颗就是一顆。哇哦，有人想要吗？价钱啊，560。哎，这个我抽烂礼物，蛮赞赞。哎，没有，我刚不是说现在超难买吗？因为我那天去成品缺货，完全买不到，一张都买不到。我想问的是，这东西适合我贴在哪里啊？因为就是最烂，不想要给你。我跟王力宏，哎，原来是这样。我一直想说什么烂东西呀、啊。而且你知道我原本跟他说什么？我说可以给我盖世专、盖世英雄那一张吗？你们都不要再吵了，你们都超烂的，我吓死了！真的，大家看一下明星同款，你们不要再讲了，你们这还是明星同款，是明星本人好吗？我第一名的话，我会给 AirTag。对，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真的，不投自己的话。真的，我是觉得我比较不想收王力宏的专辑啊，我也不想收，也不想，谁想？结合的话可以啊，结合的话可以啊。我觉得很喜欢黄玉洁，看那明星同款，因为其他的我真的用不到。是啊，你说最好的你会选他？哦，最好的他选你啊，什么做最烂看的都给，最坏的我选这么想。最好的话我投给妹妹，那个好赞哦、喔嗯，那个我想要。最烂的话绝对是你说你自己收到的礼物，还是这个？你自己选啊？他不会追我、啊，你竟然觉得是王力宏的专辑，这蛮怪的啊。但就是发财，你只有说怪，你没有说你喜欢。你干嘛？你干嘛回避问题？真的，大家先听一下，不要这么激动，我直接脑袋宕机。如果说这个跟雨伞还有王力宏专辑比的话，这个完全就是发财宝物，就是赞。我跟你说，这几天如果你走在路上发现干怎么雨这么大，你就会想起我。我会想起第一个亲戚。啊，所以你最后一名竟然不是给自己拿到的？因为他不缺伞。这个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发财。对啊，他家一楼很多伞，他家一楼很多伞。妹妹的一定是最好的。耶。最烂的一定是发财灯。抱歉了。王力宏的专辑至少他的音乐还蛮好听。王力宏专辑现在，王力宏专辑现在说不定在网络上直接，这是哪一个？我可以看一下他的歌单吗？他是有那个、欸，他是有那个叫什么 DVD？ 哎、有心跳哎、欸，是心跳那个哎、欸。我原本觉得妹妹跟那个 Nixon 的最好，但是。所以我现在很感谢，很感恩，圆满达成。那最后一名当然是不能投给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是绝这个啊。我想洗碗，真是没有人提起旁边那个人的杂志包。哎，但是比较多的觉得还好，对，比较之下杂志包真的还好。好，我觉得你真的是逃过一劫。他从头到尾在旁边不敢讲，因为他觉得我要躲得好好的。弟弟，太烂了！弟弟，已经对我来讲就是好了，因为发财真的还是在比较。只要我做业绩的话，好像需要发财。好，我换掉了，我觉得悟成应该也蛮爱。换他，好，换你了。我当然是投给妹妹啊！耶！这话还是我跟嘎，那我就当选了。你就选那个杂志包啊！你可以选杂志包。我想看你们两个吃，你们两个一起去洗碗啊！我自己，这样可以吧？可以，很够意思。公主落难，公主落难。好了，那就你喽。好了，那我们的交换礼物就圆满结束了，大家拜拜，拜拜。